大家平安，欢迎各位来到创世电视方主日。今天又是一个好好的日子，希望今天大家在这个创世基殿里面可以和我们这位创造的主有结连，好不好？我也要欢迎在来到我们创世基殿的每一位朋友，亦都歡迎在我們電視機旁邊 MyTV Super 602台和 YouTube Channel 看我們直播的朋友。其實呢，你們是透過空中的廣播，透過我們這裡的不同的分享和我們連在一起。不過你們來到這裡，我覺得應該特別有福的。這個地方叫創世基殿，創世基殿即是我們由創世紀開始，這位創天造地的神祂親自來找我們。所以呢，我們是不是想多些人，多些人來認識這位創造主啊？所以呢，我鼓勵大家叫多些朋友來到我們這裡，一起呢去跟這位造物主相遇。在我們開始的時候，我們呢有敬拜的時間，這個時間呢我要交給我們天下華人敬拜隊。弟兄姊妹平安，我哋一同站立好嘛？喺呢个时候咧，我哋先揾三个朋友同佢讲：你今日要经历上帝奇妙嘅带领。我哋揾三个朋友握下手，同佢讲：你今日要经历上帝奇妙嘅带领。冇错啊！我哋嘅神咧，愿意去赐福俾我哋。从佢嘅创造，我哋就见到佢奇妙深邃嘅爱。今日我哋要透过诗歌、敬拜、赞美，我哋去宣告上主系创造嘅神，满有智慧。让我哋用全人全心去赞美佢，我哋同拍掌啊！我哋宣告，我哋嘅主智慧无限，创造诸天。你创造诸天，你创造深海。你创造星月太阳，你创造深渊，你创造山川，你创造光大宇宙。我哋嚟一次，我一齐唱。你创造诸天，你创造深海，你创造星月。太阳，你创造深渊，你创造山川，你创造光大宇宙，你创造我，是我主宰，以你慈爱环绕我。述说，你要歌颂，我心敬畏，你是神。冇错啊，我哋嘅上主就系创造天地万有嘅神。有时我哋虽然眼不能见他，但藉着所造之物，我哋就知道上主嘅创造系无可推诿。让我哋赞美上帝嘅创造。赞美这个创造背后的掌管宇宙的主宰耶和华上帝，让我们同唱诗赞美他。你创造诸天，你创造深海，你创造星月太阳，深渊山川，你创造深渊，你创造山川，你创造光大宇宙，他还创造了你和我。你创造我，是我主宰，以你慈爱环绕我，天要述说，地要歌颂，我心敬畏，你是神。让你举手宣告话：你创造我，是我主宰，以你慈爱
还要我偏要述说你要歌颂，我心敬畏你是神。在这个时候呢，音乐在背景的时候，让我们合埋双眼，我们一同去宣告。在你的座位你可以开声去赞美上帝创造的奇妙，你试下开声去赞美他一切的创造的奇妙。上帝我们赞美你，向他去感谢他的创造奇妙无法测度，他是坐在高天的上主，而他就是你的阿爸父，由这位创造天地的主做我们的天父，我们还惧怕什么呢？你创造我是我主宰，而你慈爱还要我天要述说地要歌颂，我心敬畏你是神。你创造我，你创造我是我主宰，而你慈爱还要我天要述说地要歌颂，我心敬畏你是神。天要述说，天要述说，地要歌颂，我心敬畏你是神，我心敬畏你是神。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赞美我们这位的创造主，他不单止创造天地，在创世纪这样说，他还以他的形象样式做男做女，在诗篇也都说他赐我们尊贵荣耀为冠冕，所以呢你和我都是很宝贵的，你和隔壁我说你说在神眼中你很宝贵的，真的、哦，所以今天神去呼唤这么宝贵的儿女来到去亲近祂，祂不只是坐在高天，而是愿意来到你的当中显明祂的爱，让我们透过诗歌去感谢上主的这份爱。你创造宇宙万物，统管一切所有，但你却关心我的需要，了解我的感受，你手铺成天上云彩，打造永恒国度，但这双手却甘心为我忍受彻骨顶上苦痛，你共一身盼万里，圣洁光照全地，但你却一再是恩典，一再是怜悯，给我机会回转向你。你的爱如此温柔，超乎我心所想，这样大有能力的主，紧捧我在手掌心上，你的爱如此深切，我自我无以报答，但愿掏空我的生命，学习你谦卑的样式，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。你创造，你创造宇宙万物，
统管一切所有，但你却关心我的需要，了解我的感受。你手不成天上云彩，打造永恒国度，但这双手却甘心为我忍受彻骨顶上苦痛。你公义审判万物，圣洁光照全地，但你却一再施恩典，一再施怜悯，给我机会回转向你。你的爱如此温柔，超乎我心所想，这样大有能力的主，紧捧我在手掌心上。你的爱如此深切，我赐我无以报答，但愿倒空我的生命，学习你谦卑的样式，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。你的爱，你的爱如此温柔，超乎我心所想，这样大有能力的主，紧捧我在手掌心上。你的爱如此深切，我自我无以报答，但愿倒空我的生命，学习你谦卑的样式，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。让我们张开双手领受主的爱。你的爱如此温柔，超乎我心所想，这样大有能力的主，紧捧我在手掌心上。你的爱如此深切，我自我无以报答，但愿倒空我的生命，学习你谦卑的样式，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。但愿倒空我的生命，学习你谦卑的样式，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坐下之前跟隔壁说，耶稣真的很爱你，耶稣真的很爱我们每一个。所以呢，祂不单止创造这么美丽的世界，让我们可以去享受、去管理，也都去经历上帝的奇妙。祂也都愿意来到世上去拯救罪人。所以罗马书这样说，不是我们做着好人、义人的时候祂为我们去牺牲。圣经说，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祂就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所以是我们最差的时候，他已经爱我们。这位的创造主来到我们中间，有一份深邃的爱，深厚的爱。所以我们都愿意回应神，跟他说，是啊，耶稣，你先爱我们，我们都愿意爱你，你就是我们的一切。你是我依靠的力量，你是我寻求的宝藏，你是我的一切。你好比贵重的珍宝，我却能放弃你不要，你是我的耶稣，就是神的羔羊。耶稣，神羔羊，配得到。
赞美。耶稣，神羔羊，配得大赞美。我哋赞美耶稣。耶稣，你是神羔羊，配得大赞美。耶稣，神羔羊，配得大赞美。但当我醉在何首乳，死里复活，我蒙救赎，你是我的一切。当我跌倒，你扶持我；当我干渴，你充满我。你是我的一切。耶稣，神的羔羊。耶稣，神羔羊，配得大赞美。让这里成为高举耶稣的地方。耶稣，神羔羊，哈利路亚，配得大赞美。耶稣，神神羔羊，配得大赞美。我们举手宣告话，耶稣，你是神羔羊，配得大赞美。我们来赞美耶稣，你是神羔羊，配得大赞美。耶稣，神羔羊，配得大赞美。耶稣，神羔羊，配得大赞美，配得大赞美，配得大赞美。让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，感谢你创天造地，创造奇妙的宇宙，当中运行无阻，有你奇妙的设计，所以我们从造物之事就可以晓得你的创造奇功，知道你是主宰，无可推诿。但我们都感谢天父，你差派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，为要拯救罪人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不单止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主，所以我们今天来到是要尊崇神的羔羊，独一的君王，赐丰盛生命并且复活的耶稣。求主你打开我们的心灵，让我们从创造的奇妙看到你心碎的爱，让我们在影音使团创世电视这个福音主日里面，我们见到主你奇妙伟大的创造，奇妙伟大的智慧，你救恩的荣耀，让我们更多人认识你，让我们得着复兴，
愿到无论在荧光幕面前的，无论在在场的，我们今天都经历上帝你的真实。我们感恩敬奉崇拜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字，一起说阿们。